真的有用。我好像醒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宝物都给你们了，饶了我们吧。中州的修士简直就是一盘散沙。大姐他们找到的宝物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啊。呆呆，开始整活，去抢他们最重要的东西。嗨，拿来一堆破棍子。这是什么缺德操作？多嘴的抢我们的法杖是吧？你们除了裤衩子之外，其他物品全部交出来。啊，你是魔鬼？有病啊！第一次见脑葫芦这么清奇的人呢。等着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蜘蛛嘛，被张毅打败就算了，竟然还被他打劫了，魔法贵族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。我们走，取张毅的狗命，让那些修士见识一下魔法的真怒。我们此番前来，他们那些人肯定会设下陷阱等着我，所以我决定。不要啊！你们的身体去打探地形。还挺聪明，不错不错，是个狠人。那就给你来点更狠的，天雷术。先转移注意力，擒贼先擒王，吃我一掌。都是了没有手用。张毅，你等着，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给哥哥。你可真是我的乖妹妹哟，这次多亏了呆呆了。仙木已经被我承包了，尔等速速离去。当然了，在此之前找到的所有宝物都归你们个人所有。希望大家都听话些，毕竟我们张毅哥哥可是以一人之力杀死所有魔法师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叶浩然和天道化身联手统治了西周的魔法师，继而成立了天盟。一时间，众多邪门歪道的修士都前去投奔。面对大敌，作为中盟之首的道宗召集天下门派集合，开始制定讨伐天盟的计划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他们已经派人去了血渊。血渊？血渊是万年之前从仙界陨落凡间的血魔落地，尸身演化而成的深渊地带。血渊藏有血魔的几个重要身体部位，如果将其炼化，能造出强大的法宝。不过那里血气弥漫，能腐蚀修士的体魄，前去探索的人基本凶多吉少。这么说，天盟去血渊是打算接近血魔的身体部位，打造灭世的法宝。不错，所以我们要先派人调查血渊，去阻止天盟的人。血渊我去探险过一次，路很熟，我去吧。好吧。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，晚上小心青莲道长。说啥呢，我乃冰清玉洁之人，岂会有非分之想。走，时候不早了。什么人？青莲道长来也，让我领教一下你们天盟有多大的能耐。趁现在深入血渊。真以为血渊内部无人看管吗？吾乃天盟高手，人称飞天剑女，李风心饰演。好饿啊，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。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来，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入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系统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用
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，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你让他九层六去了？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见证一下你的能耐吧，秦宇。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被伟人宗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伟人宗！我们死定了！主演，这就是你说的遇到这位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演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，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